looping through. Okay. Through anything. I don't know.搞一个，好是啊 ，nice， 你的，到了到了到了 ，nice， 张彪刚不见了，很快就不见了，张彪倒了，倒一个，我们想要看这边，还有几个不知道，哦，倒在车旁边吧，三十秒可以战斗，该救起来了。右边那个烟了，哎，车后面有一个，你左边那个吉普车后面。超强！再一次，再一次，Leoski。他 coming。OK。My pin knock. Yellow pin, yellow pin. Yellow pin knock, knock. 你还有一个。太痛了。啊。我救起来了。应该那个有一个能跑来。对呀、啊。嗯。都。来的军刚好啊，也都来不及。大家好，我是尊。各位观众，你们有一个自己很爱的兴趣，但是又苦，因为它太小众，所以找不到人跟你分享呢。讲到这个，一定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吧？我也有这种体验。说到我自己的兴趣，就是每天研究要怎么把发票折出一个漂亮的尖角来戳自己，获得最高的快感。真的，我有告诉你们，真的不一样的纸质戳起来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，那个尖尖的东西戳到自己的手的感觉啊，真好。你们是不是觉得我有点奇怪？但是我今天会改写你们对于奇怪兴趣的认知。世界最奇怪的六种兴趣，我收集了世界上六种最冷门、最奇怪。我到了前几个小时，我才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奇怪的兴趣。如果你自认